我们一起洗澡啊。我不要啊。那你睡觉啊。嗯，你睡觉啊。不要啦，你我真的不行啦。哎呀，我刚原是一个红色垃圾袋耶，好巧啊。你要去哪？搬到电脑？没有啊，去马街。不是，你要干嘛啦？就去洗个澡，然后我就回家这样子。哎，不是说你要买桌历15本？15本太少了，100本可以吗？100本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会带你去更爽的地方。哎，对。哎，好，那走走走，也太棒了。走了。你先进去。没东西啦。因为我没来过，你不是来过吗？我。好，没什么东西。因为我知道他家有一个人形看板，这是我们球团的人形看板。来吧，先进来。好，那个没有，你们先出去一下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你干嘛？你之前来过林丹家吗？有，之前有来过一次而已，是来吃饭的。哦，这一家吗？对，这一家。熟门熟路了。你确定？请问是哪一把？你不是熟门熟路，这一把就好。我听到爸说了。哇，大妈。熟悉的感觉，而且我上次来大妈煮饭超好吃，上次是满汉全席。耶、那我就当自己家咯。这是猫咪啊，我以为是玩偶。这是豆腐。哎、你摸它这么近。原来下面有你，动物会认人的，好不好？天哪，要喜欢脏东西哦、喔。他可能累了，他在睡觉。你摸他肚子，敢帮他摸？快点啊，可以摸。干，好可怕。哎、他不会对你生气。天哪，他喜欢你耶！他就身上闻到我曲艺的味道，嗯。我上次去本门家也是，他家猫都超爱我。对，你身上有一个畜生味，畜生什么东西？他超多鼻屎的耶，那是狮子精。哎，超饿的。哎，超饿。哎，有蛋耶！哎，有家母鸭耶！猫喝可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收收人家的东西。哇，有水饺耶！你有没有煮啊？你水饺就很简单，就真的煮到浮起来就好了。闺房的部分，这里。哇！我第一次进来蛋的房间，他有洁癖吗？没有。有一些人会不喜欢什么没洗澡就上人家的床，对，我就是这样没品。好累哦。然后他直播都在那边直播，是他的直播小平台。Yes， 那个蛋的直播小天地。江江，蛋妈还有带过男人回来睡吗？不是问了不该问的秘密，因为大妈刚刚犹豫了一下，妈说有吗？有的话就我说默认，有没有默认了？有人来了吗？他每次带回来都这样讲。啊，来了，轩，妈说我想你啊，妈说妈妈回来了。以轩，今天跌倒了，姐妹很担心你耶。轩，你还好吗？你谁呀、什么时候有胡子啊？最近忘雷射啊，忙到没雷射啊。哇，蹦迪蹦起来啊。先吃饭啊。好啊。妈，今天有鸡吗？妈，等一下，蛋不会莲花子。不错，终于。你应该翻他的衣服啊，有没有性感的衣服？对。宇轩的小绵绵，你穿上去啊。林蛋叫我穿的。但他平常看女生看腻了，想要看点男生的，对。Nope。哇，哎、你不要伤害他，我看到你的小啾啾了。小啾啾啊，魔人啾啾啊！年历要出啦、不可以输给大家。你的年历真的超辣的耶！人生第一次这么大尺度。啊，你要买几本？我买我自己的年历干嘛、会啦，到时候还是会支持一下。让我们吃饭哦。一直吃到毛，就说男生要去除毛没？啊，呸！对啊，害我们要去呸！讨厌。这个等一下要帮他那个洗了，来脱掉。你不要滚！不是啊，我要从外面套进去。你不要把人家的衣服撑破。你怎么穿得下？我是可爱又可坏的培根，好吗？好恶心啊！啊，你平常是跟我最好吗？你在团里是跟谁最好啊？好像也没有特别，就几个啦，像你啊、慕言啊、菲菲啊、陈一啊。但是我跟你是最近越来越熟，我觉得。因为我们以前不熟啊。我觉得你今年真的长大很多哎。我讲这么感性的话，就竟然是看着你，我觉得好荒谬。有什么话就对我
讲啊。但是我必须要说，就是以前的蛋真的比较小孩，但他现在是真的有让我看到他成长，然后跟很坚强，还有为人着想。就是今年我真的觉得他特别不一样。突然这样，我觉得好感动哦。所以我以前是比较任性吗？也不是任性，但就是比较会想到自己而已，就自己想干嘛就干嘛。哦，对，真情流露，我好感动啊。以轩，对不起。衣服是干净的，但身体不干净。你袜子要不要脱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整个坏掉了。不然帮我找吗？以轩的袜子。以轩袜子。不用找了。啊！你的脚真的太恶心了，以轩。那你模仿他。我看一下。屁股要贴起来，屁股。然后头要往那边。会抽筋。你知道我们平常拍抽筋多累？哇、哦，这比去健身房举这个还累啊！那个时候啊，我们有个新学妹啊，真响真响，一进来我们所有的压力好大哦。你有压力啊？艾文呢？我认真讲，我角色切换一下，就如果有很强的学妹进来，学姐会觉得有压力吗？我觉得之前有，现在好像还好。但凝香是真的很厉害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各自领域不一样啊。但是看到学妹这么强，自己真的会觉得哇，不能输、啊。所以反而提醒自己不要输哎、欸，不会说看到学妹这么强输，哎。老娘他妈在站那么久了，当强委位置，来吧，不小心就国外吸，也不在台湾吸嘛，都阴性的。强强没有要来，对，走秀我来，五六七走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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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吃饱了，宇轩，你今天洗澡了吗？还没啊，刚回来。嗯，我们一起洗啊。啊？我们全都一起洗，忘记了？哪有？有啊。我们在外面外景的时候，房间都不够，我们都一起洗啊。也不是跟你啊。不是啦，你喝醉啦。我们一起洗澡吧。我不要啊。那不要洗澡好了，那一起睡觉啊。一起睡觉啊。不要啦，你我真的不行啦。